啊，大家好，能听到吗？好，能听到就好，那我们快快开始上课。快速说一下啊，今天我们把图像分割下面这一部分和代码讲一下，然后那个 FastRCN 啊，我那块还是有点问题没有调通，估计还得再调一调。那但是我们还得继续把后面慢慢跟进，所以后面的进度要保证。然后这个 FastRCN 我尽快把它调通，因为它用到一个额外需要编译的东西。这个东西看好，尽量不太好弄，很抱歉。好，那我们今天讲图像分割下。上次我们把那个FCN 和反卷积这两个是重点的讲解了一下，然后这节课呢我们要讲 DeepLab 跟这个再把反卷积再说细一点。然后我们三大部分啊，这节课语义分割是 DeepLab 模型，然后数据集大概说一下这三个数据集，然后代码呢演示是 DeepLab。我们继续，首先先说一下我们上节课遗留下来的这个反卷积，当时说的不是很清晰啊，这节课细的稍微细一点说一下。那我们这个 PPT 之前说过了，是一对多的操作，跟卷积是逆过来的。一开始这个名字叫反卷积啊，因为它的操作是理解为是这个正常普通卷积的这个反过来的操作，所以叫反卷积，或者说是逆卷积，是一个反过来的操作。然后它的步长呢是 f 分之一，这个 f 是正常卷积的时候的那个步长。如果正常时候卷积是步长是一的话，那这个 f 分之一还是一，步长还是一。如果之前是二的话，那这个如果正常卷积步长是二的话，那反卷积的话对应的就是0.5的步长。那这个0.5的步长，我们直观理解来说就不太可能有这个半个像素的问题啊。那这个就需要一些输入上的一些操作。然后卷积和尺寸是不变的，这是重要的两个参数变化，剩下的还是有一些公式对应变换的啊，我们一会儿会具体细说。那我们之前还说了，说是在这个因为在TensorFlow 的优化过程中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前馈计算和这个梯度回传这两个操作。那在 TensorFlow 底下实现的时候，它是拿矩阵实现成矩阵乘的，它就会把这个输入、输出还有这个卷积核全部做一定的变换。那输入肯定是要拉成一个一维向量了，卷积核呢有可能会参数有一定的重复，然后生成一个特别大的矩阵，然后是把这个卷积操作转化成一个矩阵乘的操作，一会儿会有图例。那反向传播呢，其实就是一个也可以，这个作为一个也可以转化成矩阵乘操作。但是呢，它这个矩阵乘操作呢，正好是反过来的。然后呢，它的也就是说，这个梯度回传的时候，在矩阵化的操作中，那个叫梯度回传的那个矩阵，梯度回传要乘的那个卷积核矩阵，就转化后的这个矩阵，是跟那个前馈计算中的卷积核的那个矩阵是一个转置的关系啊。所以说，在这个优化过程中，正常卷积就普通卷积的前馈和梯度回传的操作是用同一个卷积核的矩阵来计算的。
我输入输出是打一反，然后在前馈计算中呢，输入就是这个就是激活值，然后在梯度回传过程中呢，那个输入就是这个高层传下来的梯度向量。那回到这块儿，我们说，反卷积呢，那就是正好跟这个普通卷积反过来的，那也就是说，在卷积操作。就是卷积操作，反卷积的卷积操作中，它的后项对应的是正卷积的前项操作，然后反卷积的，梯度回传的时候的后项操作对应的是这个正常卷积的前项，正好是一反，然后那个核参数呢还是不变的，还是那个矩阵，那也就是说在。反卷积的正前馈计算中，它的反卷积和矩阵其实是正卷积和正卷积操作中的卷积和矩阵的转置，因为是同一个东西，是卷积和参数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优化过程中啊，它的学习率是零，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学习的，因为这个优化过程已经在正卷积的操作中优化过了。那其实呢，这个叫法其实刚开始是这种叫法，后来呢，其实本质上是这种叫法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信息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损失嘛。那这样的话，叫反卷积就不对了。那后来就有人纠正了一下说，说其实应该叫这个转置卷积，就是因为这个在矩阵化操作中呢，它其实那个卷积和矩阵只不过是做了一下转置。一会儿我们会有一定的公式和图例。那我们现在这个图，我们先看一下卷积这块儿。这个 PPT 讲的是卷积啊，正常的卷积。那讲的是具体来说，讲的是卷积操作的矩阵化，那就是怎么把卷积操作转化成一个矩阵乘。我们先看，肯定是要先看一下卷积参数。那这个图例，按这个右边的图例来说呢。这个输入就是四乘四，输出呢就是二乘二，可尺寸是三乘三，步长是一，padding 是零，这块方便讲解，padding 写成零。那这样呢，怎么去矩阵化，把卷积操作矩阵化呢？那就是输入向量本来是四乘四，然后拉伸成16位，那就是一个一乘十六的 x 输入，输出呢就是一个四维一乘四的 y 输出。卷积核呢？卷积核做了一定的变换，就是下面这个矩阵，就是这种变换。然后呢，其实矩阵操作就是一个乘，就是卷积核左乘 x 得到的一个 y，就是它卷积输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矩阵里面啊，它参数其实是有冗余和，而且会有一些零啊，其实它就又冗余又稀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块儿，这个参数，它这块儿是向右偏移了一个位，其实都是同一套参数。然后这个呢，这是第二行的卷积核里面第二行，这是卷积核第三行的。然后它之所以转成这个矩阵啊，就是因为，这个卷积核操作原理是那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一个。扫描，所以它必须要转换成这样的一种格式。所以说，那如果是按这种操作呢，计算上来看的话，确实，完全可以放到 GPU 上做并行计算，因为矩阵乘是 GPU 最适合的。但相对应的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参数变多了，参数变多了，然后就存在这个冗余，那就相对应的就是显存要求就比较高。所以呢，转换成这种操作是占用，就是以存储代价来换取这个计算性。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到这一层就可以理解，大概有一个基本理解，就是卷积是怎么去变成一种矩阵乘的操作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的那个操作如何
反卷计划。那相对应的，我们就会说讲一下这个操作的反卷积的矩阵化是个什么情况。同样的输入输出要颠过来，二乘二，就实际的输入输出啊，二乘二，四乘四，和尺寸不变。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因为之前我们刚才那个 PPT 已经说了，反卷积的步长是 f 分之一，刚才的步长是一，那现在 f 分之一后还是一，步长也不变，唯一变化的就是这个 padding 变了，多了两层的 padding，左右上下各两层。然后呢，矩阵乘操作怎么去？为什么它这个矩阵乘操作其实是你可以看一下啊，y 是这个可以 y 是什么呢？y 是之前的这个输出。那在梯度回传过程中呢，这块还没涉及到梯度回传，sorry，就是反卷积操作。其实这个反卷积的矩阵化呢，其实就是正卷积的梯度回传的一个操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还是拉伸四维十六维，然后这块呢，只不过就是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矩阵 C 转置一下，然后锁成到 Y 上面，就可以拿到了输入，是本来的输入 X，在这儿反卷积的话就输出 X。然后这就是图例呢，就是这个演示图的关系啊。这块呢，这块给了一点公式，这个公式就是去解释为什么是一个转置的关系啊。它这块呢，它这个角度是从我们现在讲的是反卷积的矩阵化，其实它本质上也是普通卷积在梯度回传的时候的那个反回叫后向计操作计算啊，所以是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那这块它的公式呢，主要是以这个梯度回传这个角度来说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公式。这个 loss 我们可以认为是上一层回传过来的这个梯度。然后呢，它要对这个输入做这个差分，偏微分。这个、目前我们只对 xj 做偏微分，那它就会有一个那个规则，具体名字就忘了叫什么了，反正就是它会因为有不同个 y 嘛，y 是多维度的，它就会不同的 y 都分别求偏微分，求完之后，然后再用这个 y 对这个 xj 求这个偏微分，然后最终求一个相加，这个 i 呢是针对不同的 y。不同的 y 元素，然后呢，那这个 loss 就我们就分解开来了，然后这个接下来呢，它做这儿做了一个变换，其实呢，这个偏微分 y i 对这个 x j 偏微分其实对应的就是那个卷积核里面的那个 i j 位置上的那个参数值啊，其实就是参数值。那这个操作呢，这一步呢，它把加号去掉，它换成一个什么内积的操作，换成一个内积的操作。那左边呢，相对应的就是这个 loss 梯度对这个 y 求偏微分，因为它把那个 i 去掉了，其实这块是一个向量了啊。这块呢，把那个 i 也去掉，换成星，也认为是一个向量，比如 DJC 的，就那个。卷积核的 DJ 列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格式变了一下，变成一个卷积的内积的操作，变成一个内积的操作。而内积是因为有一定的对称性的啊，有一定的对称性，所以它要是把这两内积的这两个左右两个数，然后要互换位置的话，就需要做一个做这个转置。来实现内积的一个乘，因为它最终输出是一个标量嘛，所以呢，左右方向一换，还这个这块还是这个内积啊，左右这个位置一调换，所以 C 必须做一下转置。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梯度回传的时候，其实还是这个卷积核本身的参数，只不过做了一下转置啊。然后下面这个呢，就是它要把这个 x
J 这个 J 去掉，去掉的话，其实就是要让 loss 对这个 x 向量全部做偏微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向量，对应的这个形式就写出来了，对不同的 x 进行偏微分，那相对应的就会拿到不同的这个 c 的转制乘以这个 loss 跟 y 的偏微分，对 y 的偏微分，然后最后呢，再转换成这个还是一个转换成一个内积的形式啊。最终就得到一个这个完全的内积格式。那这个地方就 c 的完全转值，啊这边呢就是 loss 对 y 的偏微分。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单独对 xj 的一个推导。那这一步呢是在第一步基础上对 x 向量的偏微分推导。所以呢，这块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在反卷积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不在这是梯度回传的格式啊。那在反卷积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 y 了啊。那这个地方相对应的就是 x 了。然后，那我们现在再往下讲几个具体的反卷积变换的例子。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右上角。是，普通的卷积，就是四乘四的输入，二乘二的输出，然后卷积合是三乘三，然后没有 padding，然后步长是一，那下面是，反卷积化后的这个操作，然后唯一的变化就是这个，padding 变成了二，然后输出这个参数是做了一下转换。这个我们刚才讲公式的时候已经给了这个例子啊，那这个地方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这种情况呢是步长为一，padding 为零的卷积的一种转换啊，那相对应的它的就会有一些对应关系，那第一列呢就是这个卷积的参数，第二列就转制卷积的参数，我们看到这个步长和卷积核参数都是不变的，有变化的呢就是。主要是这个 padding 的变化，本来是零，卷积的时候是零，那后来就变成了这个 k 减一，padding 变成了 k 减一，k 减一那个 k 就卷积核的尺寸3，3减1等于二，所以这儿有这个二的 padding，啊输出要颠倒一下，啊这个输出的尺寸计算啊，其实就是输入的那个尺寸，大家可以合一下，比如说 IP 它是这个四。不，我 i 是 o，输出是二，这个是二，然后是 k 减一的话是二，所以它反卷积后输出是四，这个就是一个参数对应关系啊。那这个卷积呢是步长为一，padding 为零的，那这个呢是步长为还是为一，但是 padding 是大于零，它是有 padding 的。因为没找着这个卷积的图例啊，我们这块只是把这个卷积的参数写出来，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 padding 是二就可以了。输入是五，输出是六，输入是5×5，输出是6×6，然后卷积核是4×4，padding 是二，然后是步长是一。那反卷积的操作呢，就是下面这个，就是输出尺寸颠倒，然后卷积核尺寸不变，然后 padding 呢是一，然后步长还是一。啊，那这块就是 padding 的变化啊，还是 padding 的变化，可以看到，就是刚才是 k 减一，现在又减了一个 p，这就是说明这个刚才是这个的一个特例啊，输出还是对应的，可以计算一下，能算出来的，还是输出能算出来是这个五啊。再接下来呢？是步长大于一，这次有了变化。相对于上一个 PPT 来说，步长是大于一的，padding 还是大于零。这块呢多了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是要能整除 s 的啊，就是 i 加 2p 减 k。这个大家应该，有所熟悉，因为这个是在 CN 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计算输出的卷积输出的一个式子啊。当时的那个格式就是。输入尺寸加上二倍的 padding 尺寸减去那个核的尺寸，然后除以 s，然后加个一，
就是当时算输出的那个尺寸。那当时呢，因为 padding 的作用呢是要让能够这个项能整除 S，但当然有一些个例情况下它其实不会整除的，后面也会提到，会说这个例子。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先考虑它能整除。能整除的话，我们就需要先看一下它这块有个关系就，因为我们之前刚才说了，如果步长大于一的话，那反卷积的步长就是小数步长了，就是 f 分之一了。那这块呢，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它大于一的话，没按 s 分之一去算。那它呢，把这个，因为其实本质上最短的步长就是一，那怎么去实现这个小数步长的这个操作呢？它在这个 x0，我们简单看这个图，它在这个反卷积的输入上，也就是卷积的输出上，这个尺寸上中间加零，加多少零呢？就靠这个公式来计算，那就是反卷积的输入加上 s 减一乘以这个 i 撇减，s 就是这个步长啊，比如说像这个步长是二，这个卷积的步长是二，那 s 减一呢就是一了，然后我们这个输入呢是 i 的输入是什么呢？是三，就是真正的 i 的输入是三，三减一，然后呢一乘三减一的话，那就是二，二再加上 i 呢？i 之前是三，所以就是五。我们可以数下一二三四五，其实转就是栅格化后，这个真正的输入的尺寸是五啊，因为中间加了两个零，加了两列零，两行或两列零。啊，最外这一层是 padding 是一，然后 padding 是用这个公式来计算。然后输出是用这个公式来计算，输出肯定是要保证这个输出要换过来的。所以呢，这块这个写的是五啊，就是它转换后的格式啊，转换后的格式是五。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其实都没有，那都是跟之前是一个原理，就是五跟输入输出要变换，要转换一下尺寸，kernel 尺寸、卷积核尺寸不变。然后 padding 尺寸要根据这个公式计算，我看一下 padding 通过那个公式计算后是一样。然后步长的话，因为最小步长只能是一，所以它没办法，只能选取一。然后但是相应的在这个 i 这块，通过 x0 来实现这个小数步长的效果。好，下面这个是不整除的，就是跟前面那个情况完全一样，padding 大于零，步长大于一，但是这个式子是不整除的，这式子不整除 s 的，那这样的不整除的话，在反卷积操作中就需要一种更特殊的补丁，然后我们令这个式子这一项等于 a，能看到。这个地方呢，还是步长强制转化成最小单位一，然后 padding 呢是通过这个计算，k 减 p 减一，然后输入呢还是需要 x0，x0 跟刚才上一页的是完全一样的啊，输出也是，除了多了一个 a 项，这个 a 项，所以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什么？是这个地方，这是跟上一页不一样，就是。不整除所体现的差异性在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它需要在补了一次零基础上，补了这个 p 撇零基础上，还要再做额外的补零，在哪补呢？在上方跟右方，上方跟右方再补层零，这个要补零的层数呢，是通过这个计算的，因为不整除，那我干脆就把取余出来的那个不整除的数。然后放到上方和右上方来做一下补零，因为这块取余是一嘛，这块因为步长是二，
所以不整除的话，只能说是取余是一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上方跟右方再补一层 a，然后这个值呢本身算出来也是一，所以就是在这儿补个一，然后在这一层补个一。那相对应的这个补零，其实就是我们从左侧开始啊，左侧补的是一，上侧补的是两层零，然后右侧补的是两层零，下侧补的是一层零，不长还是一，可能尺寸不变。然后输入是变换尺寸后的输入是三加二是五，输出呢是之前的输入六啊，所以这就是它们的对应关系啊。好，小小答疑，5分钟吧，最多5分钟。然后看这个繁简记这块是不是有比上一节课要稍微明白一些了。卷积的具体实施是 TensorFlow 自己转换的，在 C 加加那块转换的，这个不用，你不用操作，关心这个操作，这都是 TensorFlow 去帮忙解决的。FastRCN 现在还不真不好说啊，因为最近又调了一下，还是调不通。我会尽快告诉大家什么时候能讲啊，因为它有一个 pooling 的那个操作，还有一个那个极大值抑制那个操作，这两个都需要重新编译的，因为在 Windows 上编译的话，这个可参考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在这块正在想办法解决它。对，不整除就需要不对称补零，因为之前有人在问答上提过一些相关问题啊，就是这个拿 C 当时 CN 那节课上。计算的那公式算的时候，哎，那个补零还不是整数的补零，那要么就是它是不对称补零，要么就是它那个当时不是提到这个224的输入嘛，其实它论文上写224，但是本质上呢，它其实是227的输入啊，这个地方后来也没有人，作者也没有去明确去澄清这个事情，大家都通过代码什么推断出来都是227的输入。然后 s 两个撇是什么意思？s 两个撇有 s 两个撇，有 i 的两个撇。i 的两个撇指的是，因为你这个步长是小数步长，所以但是，像素卷积的时候步长不可能是小数，最小只能是一，所以你只能说是把步长就是强制设成一，然后通过来在输入上差零来实现那个。小数不长的效果，所以这个 i 两撇其实是差完零后的这个输入尺寸，然后 i 撇呢是它的实际输入尺寸，三，按右边例子来说，就是 i 撇是三，i 撇撇是五。第一个卷积层补100个零，就是因为它后面有。为了保证尺寸一样，它不断的需要做那个尺寸裁剪、剪裁。那这样的话，如果不补100个零，到后面剪裁到最后一层的时候，那个尺寸就要小于预期需要的尺寸了，所以就不合理了。所以它要100个零。对，撇是记号，就说明是另外一种案例。计算反向传播推导，这个推导我没有，暂时我也不计划去，因为我这门课，不想太多的介入数学，所以如果你想看懂的话，就有两个办法，因为网上肯定是有一堆这个博客去帮忙去推导这个，你可以去找找看。另外一个就是，忘了，我们想象学院应该有一个纯做这个机器学习课程的，就是做过老师可能会讲那个推导啊，你可以试试那个课。
卷积的结果进行反卷积，能得到原来数据吗？是得不到的。刚才说的这些操作呢，都是操作上的东西啊，其实实际上是得不到原来数据的，毕竟有损失。ROI pooling，对啊，它 ROI pooling 绝大多数都，它提供的很多东材料都是在 Linux 下编译的。但是因为这节课，为了方便大部分学员，我们当时选择 Windows 的系统，那我希望是在 Windows 上能把这东西弄起来。做分割的图像标签工具，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可以搜一搜。但是这个至少我知道，一般来说这个。语义分割的这个标注工具都是基于超像素的一些算法来实现的，因为标一个像素太难了，但是标一个超像素还是可以训练自己的训练集，改成自己的分类书，需要改什么网络层？一般就是。你把数据肯定数据要转成这个网络识别的格式，就是这套网络代码识别的格式。啊，另外一个就是把相应的配置改一下就行了，这是最不需要动代码最小的地方。我看 padding 不明白 padding 呢？padding 就是有一套计算公式的，padding 是补零啊，这个你得先知道是补零啊。完了就是反卷积时候，就通过一套计算公式就可以算出来反卷积时候到底需不需要补零，就是边界补零，因为你那个卷积和尺寸，是大于一的嘛，3×3。5×5，7×7。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在左上角那个像素做卷积的时候，卷积和就超界了，超界没办法，就只能通过补一定的零来保证它不超界。CN 那块可以再看一看啊。然后训练 FCN8S 模型，这个我还真记不清，我印象中是需要一定的。预训练模型的，就是32S 和16S。想想这个操作，是应该是需要的。当然也可以直接去训练出 8S 吧。补零都是 TensorFlow 自己操作的，你只需要把。告诉他你要补多少零就行了，都是 API 要传参的，这些操作你全都不用担心，都是 TensorFlow 去给做了，只要你在你调用的时候把参数传对就行了。好，回复，我们继续讲。现在我们开始讲 DeepLab 这个网络啊。然后呢，刚才讲的反卷积啊，反卷积其实在 DeepLab 里面是没有用到的。这个反卷积在 DeepLab 之前的一些网络经常会用到，现在有的网络可能会也稍微用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效果最好。反卷积毕竟是，虽然说要叫反卷积，但是它完全没办法，它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信息，所以它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反卷积后来就不怎么用了啊。相对应的呢是，这个 DeepLab 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案啊，这个方案，它可以，因为，之前的思路是什么呢？是因为拿 VGG 来说，前五个卷积层各有一个 pooling，每个 pooling 都要把这个 RD 尺寸降2倍，然后反卷积的作用是在第五个输出层在不断的2倍上材料，通过反卷积进行上材料。
然后呢，就因为信息有丢失啊，所以这个其实这种操作其实不好的。因为比如说你在第五个卷积层降采样2倍，然后你再加个第六层的卷积，然后第六层用反卷积，再把2倍升回来。那这样因为是有信息损失，所以虽然说尺寸变大了，但是那个信息量因为有丢失啊，可能性就是所以说性能不会特别好。但当然肯定是要比传统结构操作起来要好一些了。那现在这个 DeepLab 呢，就是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反卷积这个缺陷，它提出了一种这个叫是带孔结构的膨胀卷积。这个 Atrials 这个词儿不好翻译啊，所以它那个本意它是不是英语？它这个词是另外一个语言来引自另外一个语言的。然后它的本意呢，就是孔的意思啊，所以就是，那我这块中文翻译呢，因为这个名称是 DeepLab，后来叫的一个名字啊，在之前它的这个旧版论文里面，它是叫这个带孔的卷积啊，后来就统一叫这个卷积，Atrials 卷积，或者叫这个膨胀卷积啊，所以呢，所以大家。对这个卷积的名称就有几个关键词了，带孔结构的膨胀卷积，还有这个词。所以那个把这几个关键词一记，基本上看任何东西都逃不掉这个概念了。这是他提出的，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它基本结构呢，其实。因为在以前，在深度网络之前的，效果最好的模型啊，还是这个条件随机场图模型。那现在呢，它相当于它又把这个图模型也用了，但是呢，图模型只是一个这个通过迭代方式不断这个优化分割效果的，所以它是一个也这是一个 cross to fan 的一个操作啊，也就是说。前面这个深度网络 DCNN 是做这个粗略的这个语义分割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它那个输出分辨率其实并不是原图分辨率。然后呢，上采样之后，就通过这个双线性差值上采样原图的之后，再通过这个 CRF 来不断的修整这个边界分配，就是。不同物体、不同区域之边界之间的那些像素的，精确的分配。那我们这节课呢，重点是讲 DCNN，因为这套框架呢，是其实在最近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流行稳定的一套方案啊。当然后来也有 PSPNet 的那个，没有用，好像是没有用这个 CRF 模型，直接就是一套深度网络。啊，生成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呢，目前主流的效果好的网络都是这种，就是深度网络配上这 CRF 模型。这里边呢，它又在这个新的上采样卷积方案带膨胀卷积基础上，它又加了一种概念叫多尺度，就是思想，就是这个空间金字塔池化的思想。啊，这个词我们又见面了，见了第三遍了至少。然后 CRF 就是做这个边界分割、边界像素上面的优化分割的，所以说重点还是要关注这个，因为这两个是深度模型里面比较就是重要的这个创新。然后后来包括当时我们讲RFCN 这套网络的时候，它其实因为那套网络是在这个 DeepLab 出现之后的，提出这个思想之后出来的那个网络，所以它也在有一个地方也使用了这个膨胀卷积这个操作。所以当时有人提了一下这个，当时粗略的讲了一下，那这次我们去精细的、具体的把这个膨胀卷积讲一下，我们先看一下 DeepLab 的基本流程框图。
第一块呢，就是我们深度网络要做的事情，要拿到一个粗糙的、粗略的分割结果，那就是输入 DCNN 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它是属于这个 FCN 这一系列啊，全剪辑网络，要拿到一个降了八倍的，比原图降了八倍的这一个粗略的语义分割图，啊，这是一个分值图啊。然后，他做乘八的这个双线性差值上采样，啊，拿到一个这个，那这个必然会存在一些的，模糊的区域啊，尤其是在边界的地方。那接下来呢，他使用这个全链接的 CRF，全链接的条件随机场，然后把这个不断的迭代，因为每迭代一次，它那分割结果会更好一次，更好一些。所以最终通过多次迭代，然后就得到这么一个输出。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孔算法。孔算法呢，像我们刚才也有人问了，然后我们上节课也说了，FCN 网络呢，这个输出呢还是个低分辨率啊，因为它相当于说是。在前五层结构完全没有变，就直接降了32倍。降了32倍后，使用了一个反卷积，反卷积之后用了一个那个上采样，就是16倍，32、16、8倍。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只通过一个简单的上采样。效果并不好啊，二倍的上采效果并不好，所以当时他提出了这个使用第三个布林层和第四个布林层的输出做这个，做这个边界上的优化，边界分割上的优化。然后那个网络结构本身也很复杂，然后当时因为他那个还存在这个裁剪的问题，因为它不同层，比如说pollinks 赤化。第三赤化层和第四赤化层分别出来的输出要做二倍上采样，上采样之后尺寸又有了变化，它要跟分别要跟那个最终的那个反卷积输出要尺寸对应上，就要没办法就只能做剪裁，但是你因为剪裁比较操作比较多，所以输入必须通过通必须加上100个 padding，100个补零，才能保证这个剪裁。不至于最后把图像尺寸减特别小，所以呢，这严格来说呢，还是一个低分辨率的问题啊，输出低分辨率的问题。那孔算法呢，就是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看看它是怎么解决的。因为我们知道 VGG 网络前五层的卷积层，前五个卷积层真正起降采样。的地方是池化层，因为每一个卷积都带一个池化。那我们现在它的池化层是步长是二，它的尺寸那个核尺寸池化的核尺寸也是2×2，步长是二。那主要是因为步长是二，所以导致了这个2D 尺寸的降采样。那他就这块的思想就是，那我就是不用二这个步长了，我直接用一。我只用一的步长的话，那岂不是输出还是跟原尺寸一样了？当然肯定是也需要补零来满足要求的。总之，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步长由二变成一。那步长由二变成一呢？虽然说我们输出，比如说我们在第三层降到八倍的时候，第三尺化层步长还是二，第三尺化层步长还是二。第三尺化层输出的尺寸就是已经根据相对原图来说降了八倍了啊，然后再经过第四卷积层、第五卷积层之后，然后还是八倍的降八倍的这些尺寸，那这里边呢它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感受也其实出现了变化啊，因为像我们之前提过，做网络改进、网络迁移的时候。
就是把 CN 网络往其他任务上迁移的时候，我们都尽量要完全要用它的这个预训练模型啊。那这块呢，卷积层4是完全可以用的，这个参数是完全可以变动的，完全不动的去用它。然后，但是呢，第五卷积层就会有问题啊，因为第五卷积层的卷积是基于尺化层第四尺化层的步长是2的结果上进行做卷积的。那现在我尺化层第四尺化层的步长变成了一，也就是说我的输出更紧密了。那我预训练模型中第五卷积层的感受也就出问题了。如果还成使用原始的3×3，就对不上它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相对的那个卷积位置了。那这就是它步长二改完一后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我们后面会细说。那至少现在我们知道，通过这种操作呢，本来是32倍降32倍，的尺寸变成了只降8倍的尺寸。然后呢，问题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出现了感受野的变化，实际是感受野要变小了。然后呢，这个也说了，它无法 fine tune，第五卷积层是无法 fine tune 的啊，因为感受野有出现了变化。那这块呢，我们也需要补充说一下，这个孔结构呢，其实是没有，严格来说是没有上采样功能的，它只是要恢复感受野的，就这个孔算法是要恢复感受野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两个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说它没有上采样恢复感受野，然后从而实现了高分辨率输出啊，高分辨率的意思就是只降8倍，比那个之前的 FCN 网络要提升了4倍的输出啊，输出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然后这个加孔就是为了提升感受也。那这块呢，大概说了一下一维情况下的这个孔算法啊，一维情况下的这个膨胀卷积啊。那么这块卷积核的参数尺寸是3×3，然后呢，步长是一不变，唯一变化的呢就是元素间距变大。什么叫元素间距呢？就是卷积核里面的那个元素，权重元素，它们的间距是要变大的。就是本来是一的话，意思就是紧挨着，它们的位置差值是一，位置差值变成2的话，相当于说是中间加了一个孔啊，其实是零，所以在卷积核上的，卷积核那个形式上来看是零。那这样呢，因为卷积核的尺寸不变，它的参数量是不变的，那计算量也当然是不变的，但是分辨率，输出的分辨率是高的啊，所以说呢，它是在不增加计算负荷、不增加存储负荷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分辨率的输出。所以说这个操作还是比较巧妙的。那这块呢，孔尺寸我们具体说一下，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第四卷积层的卷积参数是完全可以用的，然后呢，只不过是第五层的卷积层是不能用的，因为第四尺化层的步长二变成了一，导致了感受也变小，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卷积第五卷积层的那个卷积核的感受也变小。那这样的话，它为了恢复感受也，它的孔尺寸就必须是二，也就是说中间补一个零。然后呢，第六卷积层呢，它的一个基本 baseline 模型呢，它是孔尺寸是使用四。那也就是说，它为什么要用四呢？是因为，它相对于第五卷积层来说，它要做那个，因为这个感受也是孔，这个感受也孔尺寸四是要对应到这个，第四卷积层的输出上的，第四卷积层，对，第四尺化层上的那个密集输出对应到那个地方，所以它必须是四倍。因为严格来说，第六卷积层，它是一个第六卷积层是新建的一个卷积层，然后
它的其实，它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要把第五卷层的输出再做一个二倍的上载量。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嘛，这个四是可以变动的，但前提一定就是要是二倍，至少是二的关系，二的倍数关系。那我们看一下图例，这个是普通尺画，A 图呢是普通尺画。然后卷积核是三，啊，步长是二，我们可以看到，输入是几个输入呢？六个输入，然后两个一 padding 是一，然后输出是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绿点的输出对应的是 padding 和01节点，这个橙色的话它是一到三，然后蓝色的话是三到五，黄色的话是五到六，然后再加一个 padding，然后步长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步长是二。那这个密集尺画呢？密集尺画是变成步长变成了一，由二变成了一，尺寸 kernel 卷积核尺寸不变，变成了一呢？我们可以看到输出成了几？成了变成了七，输出变成了七，由四变成了七。那现在呢？但是呢，我们要恢复感受眼呢，就必须要用一个孔算法。我们看到步长还是一，相对于第一个来说还是一，核尺寸还是三，但是有一个孔的尺寸是二，那也就是中间补一个零。我们看一下这个绿节点，绿节点。它是考虑这三个，就计算这三个输入，对吧？可以看到输入之间是要空了一个元素啊，其实在卷积核上的显示补了一个零动，然后呢，这儿是需要多一个补零，多一个 padding 啊，因为它这个卷积核感受也变大了。步长是一的话，相对应的这个粉色就是会覆盖到，正好覆盖到像素，正好是跟这个绿的是错开的啊。然后蓝色的对应的是这个，啊，一直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绿色呢覆盖到零二，它这个感受也就变大了，相对于这个密集的来说就，因为密集的话它只是零到还是零一嘛。然后呢，这块是怎么来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前一层这个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图例啊，它这个感受眼的概念，恢复感受眼的概念，它这儿并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这个这一层，这一层都是一样的，这一层呢都是前一时刻的卷积层的输出，那假如说，我们前一时刻的卷积层，正常情况下可能就是零到六，然后后来呢，因为前一时刻的卷积层的步长由二变到了一，它密集化，密集化之后呢，那它就是在对应的位置，可能这个地方的一，就是它密集化后的一个新的输出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本质上是它原来的一啊，原来这个一，零的话呢，还是原来的零，所以呢，这个绿色的通过加孔，它就把原来的零和一，还是做了同样的计算啊，这就是它的一个恢复感受眼的一个基本原理。等一下啊，我看看这个。有人提出了这个是卷积还是尺画？这是一个尺画。抱歉，这块是我搞错了啊！我想想啊，这块我搞错了。我想一下，我们重新说一下，重新捋一下这块。密集尺画是卷积操作，这是没问题了。
这些都是卷积操作。嗯，这个，我想想啊，这个马上还反应过来。嗯，卷肯定这个不同颜色的这块肯定是卷积啊，这个是确定的，就是这个是卷积，这都是卷积，这是卷积。嗯，直化呢？普通直化、密集直化。这个图当时确实，当时因为我当时可能，我在做这个图的时候是想明白了，现在马上忘了，我怎么去解释这个？这样吧，我们一会儿再翻过来看这个图。你这个先，我们这个先暂时放一下，保持连贯性，先把后面的讲了。嗯，这块还是有一个地方我可能有可能给忘了，马上串不起来。但我们现在目前只现在需要可以明确的是，可以明确的是这两个卷积。这都是可以明确的，这三个都是卷积。然后第三个是带孔的卷积，前两个是标准的卷积。继续吧，不卡这儿了，保持关系。我明确说一下膨胀卷积，右边这个图就是膨胀卷积的动态图啊。能看到3乘3的和中间加了一个，就是它的动加了一个补了一个零，补了一个动，然后其实它的那个尺寸孔尺寸是2啊。啊这块呢，这是之前叫孔算吧，后来就正式更名成膨胀卷积。然后呢，它是跟那个降低，像我们刚刚说的。为了解决这个池化层不长、降低这个导致的感受野问题啊，所以必须跟这个配对使用啊。通过这种操作，就通过这种操作来取代上采样那个反卷积操作，因为这样这种操作是不损、不丢失信息的。然后呢，孔尺寸呢，我们这块正式再更名为叫 rate，我们这块就不做中文翻译了，就直接叫 rate。然后 rate 越大，感受也越大。啊，这块举了几个和的例子，这个呢是普通的卷积和，rate 是一，然后没有差零，然后 rate 是2的时候差一个零，rate 是4的时候差3个零，就减一的关系啊，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右边呢是一维的一个演示，这是输入，然后这个。padding 是一，然后是步长是一，然后 kernel 是3，这是普通的卷积，下面这个呢是带孔的卷积，带孔的卷积呢，它这块儿，这三个严格来说还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操作是什么呢？这个操作比我们可以理解为预训练模型里面的卷积。然后下面这个操作呢，在预训练模型基础上的一个使用孔算法的一个卷积，
哎，就是相对应的来说呢，这三个是这个预训练模型中的拳击结果。那这两个呢，这是因为之前的拳击石化层步长降为一的时候带来的新的输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孔该出现的地方啊。比如说，对于他来说，像对于这个来说呢，他是考虑到这三个作为拳击。那比如说，前一层池化层步长降为一，那相对应的这儿就多了带来这两个新的输入。然后呢，这三个呢还是预训练模型中它们原本对应的这个输入啊。所以你看，通过这个孔结构。它还是覆盖到这三个预训练模型上原本的那个输入上了，然后新的输入呢，新带来的添加的这些输入呢，它是通过这个孔结构，通过步长一的扫描，然后可以拿到新的这个输出。那也就是说，这两个节点，这样画的比较狠的这个节点，这是加完孔结构算法之后呢。一个带来的新的输出啊，是在预训练模型中没有的。这三个呢，这三个空的呢，是预训练模型中本来带的。这块呢，这是一个简单的演示图，它做了一个对比，两个分支，看一下效果啊。上面这个分支呢是反卷击上采样这个操作结果啊。这是原图，原图，它呢，先二倍的降采样，这个模拟的是那个卷积，正卷积的操作，然后呢，做七乘七的卷积，然后呢，再做一个二倍的上采样，将把卷积结果作为二倍上采样，你们可以看到中间栅格化很明显啊，那下面这个操作呢，我们直接通过。把那个步长降为一，然后孔卷积的孔变成二，然后 kernel 那个卷积和尺寸还是七啊，那相对应的来怎么对应呢？那就是这块的变成了一，然后这个 kernel 尺寸还是一，卷积和它的 rate 呢，也就是孔结构呢，孔尺寸呢，它本来是一，它变成了二。啊，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啊，在下面这个分支就不需要这个上采样，它只需要通过这两个配对儿，这两个配对儿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然后拿到这个带孔结构的卷积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结果效果差异还是很大的，但是呢，这种操作呢其实是没有那个参数的增加和计算的增加的。计算增加了一点儿，因为新的节点还是需要计算一下的。但是它没有，这块说的计算不增加是因为什么呢？是在旧有的预训练模型体系上，预训练模型的输出节点上来说呢，它的计算量是不变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达到一个很灵活的分辨率控制的目的。那。既然孔算法基本上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孔算法可以用不同的孔嘛，就是第五卷积层的孔必须是二，孔尺寸有 rate 必须是二，然后第六卷积层呢，因为你那个预训练的 VGG 模型是没有第六卷积层的，所以呢，你这个 dplyr 用的这第六卷积层呢，严格来说呢，只是一个，只是一个要变，就是实现这个上采样效果的一个操作啊。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它那个 rate 啊，只要是二的倍数就可以，只要是二的倍数就可以，它是那个其他，再大再小就无所谓了啊。那这块呢，正因为这个特性，所以呢，它这块引入了一个空间金字塔池化，需要。就是基本原理就是使用不同的 rate，那既然不同的 rate，那就是不同的感受野。
去捕捉不同尺度上的特征啊，因为在这个语义分割上，可能有的东西比较大，有东西比较小，那么使用不同的感受也使用去捕捉不同的尺度，那这样的话能带来更稳定的这种语义分割。那模型中呢，它引入了四个并行膨胀卷积啊，那也就是在第六个卷积层是有四个并行的膨胀卷积操作的。那这四个并行的膨胀卷积使用的这个 rate 就是6、12、18、24，卷积核呢还是3，卷积核尺寸本身是不变的。那这四个不同的膨胀卷积核放到在图上平面化显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框其实代表了它的感受野啊，我可以看到这个感受野是不断的变大的啊。这是某一像素上的演示，这个某一个二图片上的某一像素上演示这四个不同的膨胀卷积所附带的这带有的这个感受野范围，所以说它统一叫做这个Across 空间金字塔池化。这个池化的。因为这个池化思想是他新一篇论文上面提出来的思想啊，他在旧篇论文上是没有这个操作的。然后这个带来性能还是比较大的，性能提升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并行四个并行的这个空间金字塔池化。这四个感受野。我们分别提供出来，13、13、25、37、49，对应到原图上的感受野啊。然后呢，这块其实，使用膨胀卷积的是第六个卷积层啊，第六个卷积层后面追加了两个分四个分支，每个分支分别追加了两个1乘1的卷积啊，其实是要对特征某一像素上的这个特征进行变换的啊，其实就是做特征推断，做这个像素上的特征推断，然后拿到它最终的分类输出。然后这个卷积层的输出呢是4096，第七的输出呢是10024，啊写错了啊，10024。第八的输出呢就是要做决断输出了啊，假如说我们这个语义分割的类是21的话呢，第八卷积层输出的就是21啊，类别数量是21，因为类别数量是21。那第八层输出的其实就是分值啊，或者说是这个原始的概率值。那它这块呢，因为是分值，那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个像素上会对应一个21个分值。分值代表了不同类别的可能性，那这个它在融合的时候啊，就做这个主像素的概率，主像素的相加了啊。这儿说概率的意思就是，因为它是本身是一个分值，本质上可以转换成概率，所以呢，它做了一个相加操作。那意思就是说，让这个相加呢，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均化的思想，平均池化的一个思想。只不过是在分支上的一个平均尺化，那也就是说，不同的尺度上，在四个尺度上分别做一下这个语义的分类推断，然后每一个推断会给出一个概率值，原始概率值。那我们把值全加起来，那就是四个尺度上共同决策出一个概率值。这个概率值越高的话，那这个像素就更偏向属于某一个类别。然后像刚才那个呢，我们基本上又拿到了网络这块，新增的部分又讲完了，就是，这个，孔算法和膨胀卷积和这个，Atrus 这个空间金字塔池化，一个是比较优雅的解决这个反卷积上采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啊，就取代反卷积。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实现多尺度。但是呢，虽然说使用了这个啊，但它那个只是达到了，它只提升了4倍的分辨率，那也就是说，相对原图来说还是降了8倍。那它这个结果呢，本质上还是一个粗略的数幅。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拿到同尺寸的数幅呢，就只能做8倍的双线性差值，把它拿到，把它放大到这个原始的图片尺寸。因为8倍上采样之后呢，这个图肯定是很粗糙的，再加上这个前面的那个全卷积的那个深度网络，输出本身上也会粗糙一些。这样的话呢，就需要使用这个 CRF 做这个不断的精化，精化呢是一个迭代的过程等于说在首次 CRF 重新分这个标签值重新分配的时候，输入是 FCN 的输出，就是 DCNN 的输出。在下一次迭代的时候呢，那就是上一次 CRF 的输出啊，通过不断的迭代。这个迭代呢，CRF 呢，其实它是没有使用它的特征输出的，也就是没有使用FC7、FC8 或者 FC6 是相类对应的输出，它没有使用这个，它就只使用这 RGB 的原始像素值做这个重新分配。那 CRF 呢，这个模型是需要定一个能量值的啊。一个是节点本身的能量值，一个是节点之间关系的能量值。那这个 IJ 呢，就是不同，就是八倍这个输出，八倍之后的那个分割结果输出，还有那个 square map 都会考虑。所以节点呢，使用的直接就是 square map 的那个概率的 flog 值啊。然后边的关系呢，就通过这个用这个正态二维正态函数来计算，那这个 i 这是像素值的欧氏距离啊，两个像素节点之间的欧氏距离，颜色空间上的欧氏距离，然后这个呢，这个是那个概率值啊，就是这个 square map 的概率距离，概率空间上的距离，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都是超参啊，这个是要学的东西。是均值啊，所以就是，我们不去深究这 CRF 怎么去操作啊，只知道它的作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核心的还是这个深度网络的东西。然后在其实在这个后面那个 PSP Net 的时候，我印象中它好像就是，直接拿到的就是全尺寸输出，直接拿到全尺寸输出。好像是没有用这 CRF，我印象是这样。好，我们看一下演示结果。第一行呢，我们只看飞机这个类别。第一行给的是这个 softmax 之前的，也就是拿到的是分值图。然后是第二行呢，是概率值图啊，就是在 softmax 之后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ground truth，这个呢是深度模型 FCN。那个网络的输出，那就是 它名字叫 DCNN。然后这个呢是第一次 CRF 的迭代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边界稍微，其实这个概率分值这块，概率值这个变是很明显的，因为中间这个，因为红色是概率最高，蓝色是概率最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处，已经概率处于中间的这个情况很小了，这是第二次迭代，然后这是14迭代之后的结果，可以看到14迭代后，这个分割效果就很好了。那上面是那个 square map，就是这个分值，原始分值的变化。原始分值其实主要看着并不是改进不是很明显啊，但是至少边界上会看到慢慢的要更精细、更精确。更清楚一些，清晰一些。
所以就是 CRF 的作用。这个是它的这个在一个驾驶数据集上的，就是一个Cityscapes，它是一个跟驾驶、交通、驾驶相关的一个数据集。啊，它其中的一个分支呢，就是做这个分割、语义分割，那这是它的一个分割效果。然后这是 GroundTruth，这个是 CRF 迭代之前的深度网络束缚，这个是 CRF 迭代10次之后的精确束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细节上，边缘细节上是会好很多啊。其实，但是在这个命中上，这个类别命中上，其实区域上，单从区域上来看，差别不是很大。所以说，CRF 的作用主要还是在边界像素上的这种进化。啊，这是一个 Cityscapes 数据集上的性能。我们可以看到它，因为它是在两个初始网络上改的，一个 VGG16，一个是残差网络的101层。我可以看到这个性能对比还是提升很多的，所以就说可以理解，可以知道这个初始网络的优劣是决定这个前一后网络的性，直接决定了前一后网络的性能。像这个，我们目前这个目标检测、物体检测，就是 RCN 系列和这个 FCN 系列，至少已经证明了这个。包括后期的这个要讲的 caption，就是描述跟问答，它也会使用这些基本网络做特征、图片特征的编码，也是同样会有一个实验证明，就是残差网络要比 VGG 网络要好很多。好，我们简单说一下数据集。刚才 DeepLab 的核心思想基本就介绍完了。然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那个语义分割集啊。因为我们可以之前也接触到 PassTalk，它在检测上也有数据集啊。然后是20个物体分类，这是我们把分类具体写出来了，大家可以抽空再细看一下。然后像素级标签是这么多张图片，接近1万张。还有呢，另外一个语义分割集呢是 MS Coco，是80个物体分类，这个在语义分割上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用的不是很多啊，没有 Pascal Walk 那个数据集用多。完了，MS Coco 还有一个扩展集啊，它填充了一些 stuff 背景类的那个标签标注，所以呢，再加上之前的80个，它就有这个总共172个。一是 unknown，因为有一些比较零碎的标签，它就属于类似那个脱尾效应的尾巴上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它就暂时先不管这些了，全部统一标记为未知或者其实另剩下的 other 这么一个意思。MS Coco 这块呢，就是，因为 MS Coco 它本质上它是，更偏重高级语义的场景理解，所以它在图片描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集，就在做图片描述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集，然后包括后边的那个问答的数据集的，不断的延伸和进化，都是在这个 MS Coco 基础上，在以 MS Coco 的数据集为起点吧。当然，这个 MS Coco 里面也带了一些这个实例分割的一些数据集，那个是多边形的这个轮廓标注。对，MS Coco 这块，对，这儿需要说的一点就是，MS Coco 它是没有像素标注的啊，它只有这个多边形的标注。其实多边形的标注，可以转换成这个像素的标注啊，只不过在边界上会有一定的差异性，不会跟 Pascal Walk 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精确，因为它毕竟是一些多边形去组成这个不规则轮廓嘛。
所以肯定有些项目是顾及不到的。另外一个就是 Cityscapes，这是30个类别分类啊，驾驶场景，然后有图像像素标注是5000张，然后多边形标注是一个实例的标注啊，实例标注。那它也带一些人行人检测的数据集啊，它是采集于50个城市啊，然后主要是这个驾驶场景中的使用，所以这个数据集，就语义分割呢，这个模型在最通用的理解就是一个场景理解，一个像素级的场景理解，所有的像素都要拿到一个语义理解，然后相互之间的。像素为什么某些像素会是什么物体的这个推断结果呢？是基于甚至还要基于一些像素之间的这个场语义关系来做推断。然后这个数据集呢是这个网站，然后这个数据集，目前我这边是下不来的，因为它需要一个个人的网页的一个注册时候需要提供一个个人网页，而且是人工审核。所以这个数据集后来我网上也没搜到，至少目前还没搜到，什么百度网盘直接能下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一定的兴趣和，就是你的信息足够完整的话，在注册时候，比如说个人网页这些东西，你有的话可以提供一下，然后看能不能拿到这个注册权，那个数据集的权限账号下一下。啊，我这边正在尝试啊，那审批肯定是有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好，那我们基本上这节课内容是讲到这儿了，代码已经放到 GitHub 上了，数据集因为还没下到这个数据集，我们目前暂时先使用 Pascal Work，因为那个数据集是可以随便下的，不需要注册就可以下。然后呢，大的一些东西，初始模型和标注。还有这个 Pascal Work 数据集都在网盘上提供了，在 C6 文件夹底下，在 C6 文件夹底下，然后代码也是在 C6，然后呢，我们代码就是演示这个 DeepLab 这个模型，它是以这个残差101这个网络为初始模型进行改进的那一版啊。好，我们现在先答疑一下，把刚才说的东西答疑一下，然后我们开始介绍代码。啊，小波变换那个 across。对，好像是信号领域过来的，这个词确实从信号领域过来的。好像小波变换有用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地方也提到这个思想。训练 FCN8S 下。是做着自己的全人模型，如果你换数据的话，肯定就不能，就得从头来了，就不能使用它的。普通卷积，普通池化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翻过来，我一会儿再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想起来。想不起来，我想想，我再。我在下节课或者是问答上，我提一下，我把这个东西具体说一下。可以，至少我先看看你的问题，没准会提醒起实话应该是3个像素区。既然这么说，我好像有点明白。行，我一会儿再想想，先把答疑做完。
孔算法是在池化层输出上做的啊，这是肯定。对，是要加 padding。因为它只有一个节点，卷积的时候只有一个元素是零嘛，剩下的还是有实际输出的，所以它卷积出来肯定不是零。对，参数还是原来的参数，只不过是中间加了个零。孔的地方值为零的意思就是这个卷积核那个中间的那个位置是置成零的，是有值的，是置成零的。只不过在计算过程中，因为是零，所以它那个效果就跟刚才那个例图一样，其实是不计算它的。所以那个他在画那个连线的时候，就没有把那个是孔的地方那个值连起来。对，不同的 rate 会形成不同的通道特征吗？对呀，是能形成不同的通道特征的。比如说你那个，假设啊，我们假设是3×3的卷积核，然后是那个卷积核的权重参数是一直不变的，那你改变不同的 rate，它肯定会在同一个中心在同一个像素位置上的时候，它卷积出来的特征值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说法就形成不同的通道特征。也是对的，只不过是这个通道特征是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尺度上，因为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同尺度下、不同感受眼下的通道特征。对，深度是4096，就是4096个核跟卷积的那个正常卷积是完全一个样，在4096个膨胀卷积核。对，DeepLab 跟 CRF 是分开的啊，两个阶段，不是那个端对端的训练啊，因为他们至少在这篇文章里面，它是没办法去做端对端训练的，因为不是两个不是同一套东西。这个无所谓，这个看你标什么值其实无所谓，因为你标不同的值，模型它最终都能拆解出来。但是因为比如说你一般一个像素的值范围是0到255，那你比如说你用的 CocoStuff 这个数据集是172个分类，那你只能是0、1、2、3、4的去标啊，你不可能0、10、20，这样的话那就超了那255的范围了。而且这个标成什么样的值，其实对于模型来说无所谓的，它肯定能把这种干扰是能要给在学习中给去掉的。这种模型基本上都是 Titan X 或者是1080 Ti 这种级别的。Fast RCNN 网络讲的时候会讲数据的标注方法吗？不会讲。Fast RCNN 那个是物体检测的网络呀，我们现在讲的是语义分割的网络，但肯定不会讲数据标注方法的。1×1是指卷积核的尺寸。就是在这个像素上，这个特征相当于说是它不去考虑周边像素嘛，卷积的时候只考虑这个像素的特征。那对于这个像素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全卷积。啊，这个可以回头可以看看 CNN 的网络，CNN 网络当时
我印象中是讲了这个一乘一的卷积，然后大家也答了不少一，也给大家答了不少一，所以这个你听听那个课，也许一乘一就很明白了。我说20页飞机的 label。它的轮廓和颜色本体不一样，轮廓属于不，这个它这个白色只是数据集，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演示啊，这个白色肯定不是单独一类的，轮廓肯定不是单独一类的。我们不用管那个轮廓。那个轮廓只是方便视觉呈现。FastRCN 目前时间还确定不下来啊，本来是想这节课讲，后来因为还是不太好搞，没有调通，所以我尽快往前赶吧，尽快往前赶。一乘一，一乘一跟像素加权，一乘一像素加权，我这个问题问的，没办法回答，怎么解释呢？一乘一其实已经只是对单像素的特征操作了，也不存在像素加权这么一说了。好，我再回头翻一下我们刚才出问题的这个 PPT。再看一下这个实话，这样，我们再更正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从头说啊，我们刚才关于这些讲的这个，我们全部忘记掉，全部忘记掉。然后呢，刚才说的，我认为基本上都是错的啊。现在我基本上已经对起来，想起来了。第一个啊。先说这个 A，这就是普通池化，它就是一个池化操作。然后呢，这个绿、橙、蓝、黄，这都是池化的输出啊，池化的输出，这就是池化操作。只不过这个池化呢，它的 kernel 是3，然后它的步长是2，这是池化操作啊。池化输出是4，池化输入是6，它有 adding。然后这个呢是幂级池化操作，也是一个池化操作，只不过它的那个步长变成一了。那步长变成一了，那个池化输出就紧密了啊，没就池化输出紧密了。但是呢，我们看这四个输出还是我们普通池化的输出啊。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同一个输出，只不过这个幂级池化呢，多了这么三个输出，就是因为步长变为一的时候多了这么三个输出。然后呢，所以说这两个图做的都是池化，只不过是步长进行了。那把步长从2变成了1，达到了一个幂级的池化输出。这幂级的池化输出里面呢，有一部分是原在普通池化后拿到的输出，另外一部分呢是幂步长变为1后带来的新输出，就中间这三个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是孔算法，孔算，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卷积操作啊，这个是卷积操作。这个是卷积操作，那卷积操作呢？它这就是把孔加了一个孔，那加了一个孔呢？其实呢，我们看看啊，看看这块是零二零一，这个绿色应该是对在二。我们可以看成是这个啊，这个颜色还是一致的啊。我画长一点，画长一点。我们看到同一颜色对应的是这个卷积啊，对，最后一个应该是带尺化也带卷积，是吗？至少我们颜色这个一定是对应上的啊，对应到二。二，对应的是这个。我看这个，这个关照的学员可能对这个更了解啊。四零，一三。它这个颜色会有点问题，一二三，然后蓝色哇，看，目前我们先理解到这一层吧，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绿的啊，这个绿的通过加了一个孔，它通过加了一个孔，它可以。零覆盖到零和二，然后这个一是没兼顾到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带孔之后，这个还是有点费解啊，带孔之后，看这个吧。对，这块我还没太明白啊，我们先放一放，没办法，时间要赶时间。然后至少这两个尺化，这个是绝对没问题啊，这个是我敢保证绝对是没问题啊。那这个地方呢，我得再确认一下它这个孔算法跟那个尺化这块是怎么结合起来形成对应的啊。但至少可以知道这两个我们目前这个颜色是能对应上的，这个是一定的，就说这个。如果这个是卷积核，那它一定是要跟这个输出对应的。那这个卷积核的输出呢？这个卷积核输出是它那个带来的新的输出啊。也就是说，对于从那个 pre-trained model 角度上来说，这个红线上覆盖的这些节点是 pre-trained model 已经提供的啊，是完全可以进行使用的，进行这个泛听的时候使用的。他这只是一个解释，他这只是一个解释，就是，不一定是二，就是没有严格按照那什么二乘二的尺化，不带 padding 这些的东西啊。
好吧，我们这个我下面再具体看一下文章，我们要赶快把代码讲一下。尺画跟卷积肯定不是同一个操作，肯定不是同一个操作，主要是它那个它这个可视化实在是。实在是比较难理解。这样吧，这块我再确认一下，我们下节课如果可以抽个时间，我再补上一两张 PPT，把这个解释清楚。我们得现在先看下代码，然后代码这块。从 GitHub 上面 C6 里面下下来啊，下下来里面下来之后呢，要做三个事情，要先做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要把这个，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是工程项目的工程文件，然后这个文件里面有一个运行文档啊，这个运行文档里面说了要做，首先要做的事情啊，要把代码跑起来做的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呢，就要把需要的一些控件啊，要装一下啊。它没，就比如我们要执行，我们要打开 CMD 控制台要 CD 到这个你的代码路径啊，比如说我这个代码路径是，我的代码路径是哪个呢？看，这是我的代码路径，我们可以 CD 到这个代码路径。CD 到代码路径之后呢，我们要装一下这个 requirements 这个文档里面所有的包啊，里面，因为那个里面是写的这个。要安装的包的那个版本啊之类的东西，我们直接去跑这句话，把这句一跑，它就把里面要安装的东西全部查一遍，有的话它就不装了，没有的话它就会重新装一遍，所以保证这个模型能正常运行的额外的一些东西，就在这个通过这句话来安装啊。安装完之后，我们需要做两个事，接下来要做两个事情，一个是训练的时候数据集准备好，一个是呢把那个初始模型准备好，那这两套东西呢都是在网盘上啊，网盘 C6 底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初始模型这块里面有个模型下载的文档啊，你们下一下，打开一下一看，里面大概说了怎么去下，怎么解压。然后解压完之后呢，就是这两个 ckpt.ckpt 这么个文件啊。然后我们主要使用这个 dplyr 下滑杠参resnet 这么一个 ckpt 的文档，这个初始模型文件啊，这都是已经 TensorFlow 识别的，都是转好的，作者转好的，然后都有下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数据集呢，严格来说，你们下代码之后呢，能看到的就这三个文件，这个 train while，然后 dataset 下载说明和这两个空的文件夹，有这么六个东西。那你要打开下载说明，根据下载说明，在网盘上把这两个包下下来啊。然后里面呢，因为有一个是 Pascal 的，它自己封装。打包好的一个压缩包，所以你下下来后要解压，解压完之后，里面有一个JPEG images 这么一个文件夹，然后你把覆盖到当前这个空文件夹就行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标注文件夹，不要使用那个 Pascal Walk 那个标注集啊，你要使用这个压缩包的标注集，因为那个 Pascal Walk 的标注集是一个彩色的标注集，所以需要转码的。然后呢，这个是已经转好的。就是 segmentation class AUG augmentation 这个东西，这个压缩包，然后统计解压下来。
剪下来后，打开这个文件夹一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注是这个样子啊，是灰度图的样子啊。然后这个是原始图集。好，至此我们三个事情都做好了啊。我们就是需要预装的这些东西，在那个调 CMD，然后把那个 requirements txt 那个文档装一下。然后是这个初始模型下载下来，放到路径下面，放到相对应文件夹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dataset 的数据集，要拷贝到这两个空文件夹下面。接下来这基本上就准备好了啊，准备好就可以跑模型了。跑模型呢，现在就是根目录有四个文件，有三个代码，train 这是训练。evaluate 这个是批量的这个评估啊，inference 呢是单图的评估啊，然后 train 呢是重头的一个东西，是要进行训练的，但顺序跟那个残差网络一样啊，还是要先训练，训练之后我们再测试网络，然后dataset 这个文件夹是你放训练数据集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呢，ini initial model 这个文件夹也是刚才放初始模型的文件夹，说过了。output 是空的，snapshots 是这个模型训练过程中，每一阶段要存模型参数的一个文件夹啊。所以这两个也是空的，你不用管它。唯一有代码的，还有代码的地方就是这 DeepLab ResNet 这个文件夹底下啊。这底下是有个 image reader 这么一个代码，有一个那个 DeepLab model 这个代码，DeepLab model 是要调这个 network 这个基础网络的代码，然后 utils 是一些辅助类啊。那最核心的一些代码呢，就是我说就是根目录这个 train inference evaluate 这三个代码，加上 image reader。这个是读输入的，加上 model，加上 network，主要是这六个文件夹啊，你要重点是要重点关注的代码文件。然后呢，这里边我要先核心的说一下这个model 和 network 这两个代码文件啊，剩下的代码文件，如果你把那个残差网络好好读了之后。剩下的这四个文件，就是训练和两个推断和这个 image reader，这四个代码你应该比较轻松的就能看完啊。唯一你看起来比较困难的是这个 network，我一会儿一起说一下。然后 model 呢，是因为是跟那个 DeepLab 的那个 model 重现，所以呢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代码。好，那我们先说 network。network 是一个这块呢，我们首先要提下这块用了一个 Python 的重要的语法特性啊。不了解 Python 的话，我这儿给你大概解释一下。完了，具体的是可以看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链接啊，这个注释里面给了这个语法特性的这个链接，具体可以看看那个。我看完后，我想就应该能明白了。这个网络是做什么的呢？因为 TensorFlow 呢，它是一个，我们怎么去理解 TensorFlow 的这个？TensorFlow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封装，但是它是一个它的 API 呢还不是很简化的一种设计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 network 这个作用呢，就是想让这个我们那个网络设计的时候更简化啊，因为。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下 model 上的一个结构啊，看一下 model 上的代码结构，可以看出来，这种调用方法是一种链式调用啊，就跟那个 Java、C Sharp 那种对象不断的去调，连续的调用这个每一个方法的输出的输出自带的方法的那种链式调用规则像。
这个调用规则呢，对于在网络很复杂的时候啊，就显得很简洁啊。所以呢，为了实现这种效果，就必须要用 network 做一下封装，然后用 Python 的那个装饰器的这个语法特性做封装啊。因为现在基于 TensorFlow 不是有很多这种简洁版本的这个代码，比如说 TensorSugar，然后还有一个 Slim，还有一个 Keras，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种风格啊。所以说呢，那他们的风格如果是这种风格的话，那他们的封装一定是类似这种 network 这种使用 Python 装饰器的这种，用这个语法点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封装，让这个代码设计的时候更精简一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装饰器，先看 network 是基础网络。Network 里面呢，这都是初始啊，我们不去细讲每一个东西，这块已经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我都拿中文已经做好了这个注释，你们看一下肯定会明白。我现在只讲结构啊。然后 Network 是基础网络类啊，提供了基本操作。有哪些基本操作呢？Load 是这个加载网络全景参数，就是加载那个CKPT 那个文件出来的这些参数的啊，然后 feed 呢是要补那个叫什么喂数据的啊，像 model 我们看 model 这块，每一个模块都是要 feed 一下的啊，都是要 feed，就是要把上一层的输出先 feed 到这个模块里面，这是那个补数据。啊，这是获 get output 是获得输出，获得网络输出节点啊。然后 get unique name 这个是你在输给这个每一个层或者每一个操作命名的时候，如果你不提供名字，它就会自动的给你生成一个独立的，就是那个无重复的名字啊。这是一个特殊操作，但是它 model 里面其实名字全都指定了，所以这个函数严格来说，在这儿是没生效的，但只是以防万一的一个开发。啊，这个是呢提取变量的啊，新建或者是说提取已建立好的变量。但是因为这个网络里面参数重用的情况不是很多啊，没有时间让参数重用，所以呢基本都是新建变量。啊，这块呢是检测这个边界补丁的类型。啊，这个就无所谓了，这是很小的一个防异常的事情。那关键接下来的是我们重点的基本操作啊，这个 CONV 这个是卷积2D 普通的卷积，然后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里边呢，它调用了这是这个啊，不是这调用了这个是卷积啊，我们再看最核心的是调用了这个函数，用 TF 点 N 点。2D 的这个 convolution 这么一个卷积啊，等于说它相当于说是把这个做了一下的封装啊。那 TensorFlow 的卷积 API 是这个函数，它这做了个封装。然后 Lambda 呢，这是一种快速的函数定义啊。Lambda 就是这个一个函数标记，然后 i 和 k 呢是函数的输入，冒号后边呢就是函数体。那这个 2D 卷积的输出呢，就是这个函数的输出啊，所以这是一个精简的函数定义。然后把它定义这个 convolve，这就是这个 lambda 这个定义函数的函数名。然后它定义这个函数呢，主要是因为它这块又做了两个，就是本身代码只用了这个一个分组的思想啊，那另外一个是通道拆分啊，跟那个残差网络的那个升级版 residual next 那个网络有点像，但是还有点差异，但是基本思想都是通道拆分通道的这个分组卷积啊，所以为了应用到拆分通道分组卷积，所以它这块就是把代码设计成这种风格啊。所以这套代码也是我读了后发现还是很精简的代码，跟那个之前那残差网络那套代码的水平是很接近的啊，很精简的一些
一套代码。然后呢，那我们这块大概说一下都用了什么，就是卷积，这是做卷积，因为这儿只是一个分组，所以就做了全通道的卷积，拿到输出，卷积输出，卷积输出之后呢，是要这个进行这个激活计算的啊，激活计算，这是激活，ReLU 的激活，然后激活之间呢，还要加了一个偏置。加了一个偏置啊，相当于说是卷积，因为卷积本身的操作是不带偏置计算的啊，它这强制加了一个偏置计算，你可以通过设置超参模型参数来让它就是来决定要不要这个偏置，所以这是一个封装，就是要把 2D 卷积加偏置，再加上这个 ReLU 的激活，非线性映射，封装成一个。卷积参数，一个卷积函数。接下来呢，这个基本操作呢是这个膨胀卷积啊。TensorFlow 也实现了这个新就1.1版里面是把这个膨胀卷积的 API 已经做出来了，它的代码格式跟那个卷积刚才那个卷积是一样的，也是 Lambda 的一个快速函数定义，只不过这块是用的是膨胀卷积啊，多了一个膨胀的那个 rate 这个参数啊。然后下面还是一样，有分组的选择和全通道这个卷积的选择，然后加偏置和加 ReLU 激活，然后再一个呢就是 ReLU 的激活，这是单独使用 ReLU 的一个函数定义，然后是最大池化的定义，调的都是 TF 点 N 点 Max Full，然后均值池化。这个 LRN 就是局部响应归一化，它也做了一下封装，然后串接，然后逐像素相加，全链接，然后 softmax，然后 BN 层 batch normalization，也用的是这个 TF 点那个 contrib 这么一个模块啊，batch normalization，然后 dropout，这都是单独设计的。然后可以看到的是，这些重要的基本层前面都加了一个这个 at layer 这么一个东西啊。at layer 这个就是一个装饰器啊，装饰器是干什么的呢？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对函数的输出做封装的一个操作。我们简单举例来说，因为我们定义了一个 ReLU 这个基本函数操作，它的输出是一个激活输出。那我呢？我现在有个需求，就是我想把这个激活的输出再做一下封装。那这个封装是不同的操作，我可以变它的格式，也可以变它的内容，反正是一种封装。因为这种封装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想改动这 ReLU 函数本身的这些实现，我在这 ReLU 外层再包一层函数，让它拿到一个。更高级的高阶的函数输出，所以这个 layer 是做这个作用的。那也就是说，在真正 model 调这些函数的时候，它是要先调这个 layer 代表的函数啊，layer 代表的函数里面会调对应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具体函数，就是它要封装的这个封装输出的这个函数。然后呢，最终得到一个封装后的输出。所以他们因为都是使用 layer 这个装饰器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的这个 layer 的这个装饰函数。我们可以看这块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是那个，这个是那个 layer。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我们举个例啊，比如说我们要调这个 CONV 的时候啊，就 model 这块，我看 model 这块，model data 喂进去之后，要马上做一个集成器的卷积，它做这个 CONV 这个集成器的卷积，它只对应的就是这个函数啊。那其实呢，在调这个函数之前呢，它先要走这个解释器对应的
装饰器对应的函数啊。那装饰器对应的函数，它就会通过这个定义进到这个函数里面。然后这儿需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个 layer 返回的是一个函数啊。你看 return 这个 layer 的返回的是一个函数，返回的什么函数呢？就叫 layer decorated 这么一个函数。而这个函数呢，它是有实体定义的啊。这个输入呢，就是这个操作的名，操作的输入。操作的输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对应的，就 TFOP 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基本函数的函数名啊，可以认为是函数名。那所以呢，那这个是真正的要包裹函数用的啊，那就是它调不同的基础函数，比如说调 REIU 或者调这个 max polling，它都会最终都会进到这个函数包装这个函数体里面。只不过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函数名字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其实调的就基本函数啊，所以呢，它这块在调，比如说在调 REIU 的时候，它先进到 layer，把那个函数体，把那个要包装的那个函数也送进来，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返回这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会解析这个 TFOP 对应的那个函数的一些输入参数啊，这块是两类参数，一类呢就是没有指定名字的输入参数，一类呢是指定名字的参数。所以说呢，这个参数是数组，这个参数是那个键值对儿啊，key value pair。那块儿，这个呢，这是防止它没有去在这个调函数的时候提供那个操作名，以防万一的。实际上呢，这个操作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它 model 里面所有的操作都提供了那个独立的不一样的名字啊。这是一个异常的检测啊，不是异常，就是有异常检测，然后它会判断一下这个 terminal 的那个输入是一个多少的，是一个一维数据啊，还是一个二维数据？就是说。换句话说，就送了几个输入吧。像这个 model 这块送了一个 data，那就是一个输入；polling one 这都是一个输入。像这块呢，就送了两个输入。这就是这个地方的区别啊，就是它判断你是送了一个输入的时候呢，那我就取这个输入；如果你送了两个输入呢，我就把这个输入作为列表的形式返回啊。然后这一步呢，就是要调被封装的那个函数啊，因为 TFOP。对应的就是那个实际的函数名字，然后调用实际的函数，比如说 RELU 的话，调 RELU 的话，刚才那个操作它就会直接进到这个具体的函数这块去执行，然后函数输出之后。就从这个地方返回出来了，然后呢，返出来之后呢，它没把这个具体的 REIO 的输出再输返回去，在这个装饰函数上面作为的，就没有作为装饰函数的输出啊，它只是把这个输出存到哪儿呢？存到这个 network 类的 layers 这么一个字典。缓存里啊，那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操作层的输出都会按顺序存到这个 layer 里面，方便后续的调用。然后呢，它这儿又调用了这个 feed 这个函数啊，调用的是哪个 feed 呢？就调用这个 feed 函数，调用这个 feed 函数，相当于说是激活当前的这个feed 函数。缓存状态，为这一步是干什么的啊？这一步的操作呢，是为了保证在那个链式调用的时候，下一个操作能读到的是当前操作的输出啊。请看它当前的操作输出是这个，它存到这个
feed 对应的那个缓存里面，然后下意识的操作会读那个缓存，读缓存。这个 terminals 呢，其实就是 feed 函数体里面要存这个 layer output 这么一个缓存啊，所以这个是最终的核心呢，就是这个 network 里面的 terminals 这个变量。那这块注释会说是当前操作层的输出终结点 list，对应的是下一个操作层的输入缓存。然后呢，它最终返回的是什么呢？返回的是这个网络啊，返回的这个网络的是那个物object，就是对象，类对象。因为只有返回这个类对象，你才能去继续调用这个类底下的基本函数。所以呢，两个地方，一个是返回这个 self 类对象，返回自己；另外一个呢是不断的刷新这个输入缓存，可以保证这个链式调用规则不断的往下调啊。所以呢，这个 network 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feed 是怎么去激活的。你看，它每一次调 feed 函数，首先要把这个 terminals 这个输入缓存是要清空的，也就把之前旧的那个输出，旧的操作输出是要扔掉的。扔掉之后呢，会读当前这个 layers 里面的，layers 里面的这个 layers 里面由这个参数，由这个参数指定的这个输入。拿出来这个输入，从 layers 里面拿出来，拿出来后追加到，就填充到这个 terminals 这个输入缓存，最终返回一个 self，返回 self 还是能保证链式调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刚才的 network 是基础类，它只定义了基本的这个网络操作，然后是 model 呢？是在这个基本的网络操作基础上，要建立这个 DeepLab 这么一个模型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继承的关系啊，它继承了这个 network，要继承了之后就运用 network 所有的基本层的定义，基本层的方法定义。然后这个地方呢，setup 是子类继承时候需要明确实现它们那些具体网络的地方啊，所以这块是一个，这儿如果不做这个覆盖实现的话，不做重现的话，重载的时候不做重载的话，就是要报异常的。所以呢，这个 model 里面呢，DeepLab 这个网络模型继承了这个 network 这个类之后，它必须把 setup 去重载了，不重载就会报异常。所以呢，它的网络设计是在 setup 这个父类函数底下做重载的啊。在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基本上已经把结构全标出来了。就是先把 data 喂进来，这就是网络的输入。喂进来之后，那这个 feed 呢会返回这个 self。返回 self 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调用它 self 里面的卷积操作。那这块呢，相当于追加了一个继承期的卷积，第一个卷积层，然后追加 batch normalization，然后最大化池化，然后这个完之后呢，它又做了一个卷积，这个卷积呢是一乘一的卷积啊。我们看前面这两个是一乘一的卷积，一乘一的卷积的输出通道呢是256啊，之前的那个继承期卷积输出是64，这个都可以跟那个我在讲 CNN 那节课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GitHub 上面不是一个可以可视化网络结构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你可以对应着那个来看，这块基本是跟那块完全对应的，就很尊重这个残差网络101的那个模型设计啊。然后呢，这块需要这块也加了一个一乘一卷积后也加了一个 BN 层啊，那这块加了一个注释叫什么？残差值连的通道升维。因为这块有这个 2D 尺寸的降维啊，你看那个网络结构的时候啊，GitHub 那个网络结构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就是当这个尺寸出现变化的时候，它都通道都要升维的。那也就是说，那个直连是要经过一个一乘一卷积通道升维的。那也就是说，里面只有二 D 尺寸存在变化的时候，那个直连就不是一根单纯的直连，就必须要经过一个一乘一的卷积做通道升维。所以，后面的实现啊，基本都是这种思路啊，就是这个操作，你可以关注一下一乘一的这个卷积操作呢，它会有一部分出现在这个对直连进行卷积的这个事情上啊。当然，只有是在做二 D 尺寸有变化的时候啊，二 D 尺寸有变化的时候，这块的二 D 尺寸为什么有变化呢？是因为这儿有个唯一的 max pooling。三乘三的卷积核，三乘三的卷积核，然后是不常式二，不常式二呢就是降了一半的尺寸嘛，所以它那二 D 尺寸有降维，那这个地方呢没办法，就只能把这个池化输出做通道升维，因为池化输出已经把长宽降了2倍了，那通道上呢自然而然就要升维了啊。那它这块呢，直接64升到256，升了4倍，因为面积降了4倍嘛。然后呢，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卷积层啊，残差网络里面的第一个卷积层啊。那现在是，看这是。啊，这块写错了，这是应该是第二。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一卷积层就说完了，接下来就是第二卷积组。第二卷积组里面开始有残差单元了，就是那个直连啊。然后我们先讲第二卷积组里面呢有几个残差单元，3个。这儿我已经注释好了啊，第一卷积、第二卷积组、第一残差单元、第二卷积组、第二残差单元，啊，第三残差单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残差单元的输入是什么呢？是 pooling one 的这个输出啊，那就是这个 mask pool 的输出啊。pooling one 输出先做一乘一的卷积通道降维，降回64。sorry，不是降，这块不是降回啊，因为本来它64啊，相当于说是通道数量没有变，还是64。然后呢，直接做三乘三的卷积输出通道64，然后呢做通道升维升到256，然后会每一个卷积后面都会追加一个 batch normalization 啊。然后到了第二残差单元呢，第二残差单元的输入呢就是两个输入了啊，可以看，我们可以通过名字找一下啊，这个 BNRA 呢是这个。这个输出，然后呢，BNRA 的2C 段分支 2C 是这个输出，那也就是说，第二卷积组的第二残差单元呢是第一残差单元的输出和这个残差直连后的这个输出啊，这个输出呢其实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那个直连的。那个相加的地方啊，直连跟卷积层残差单元输出相加的那个地方啊，想加我们这块没有这个吗？我把那个PPT 打开啊，打开先说一下是怎么去对应的。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我们看啊，这块是256的输出，智联加到这儿，这中间呢，经过这个一乘一卷积、三乘三卷积、一乘一卷积，升到256。那中间这个三层的卷积呢，对应的就是这三个操作啊，对应的这三个操作。那自然这三个卷积的最终输出肯定是要送到下一层，最终输出要送进这个加号的啊。另外加号的另外一端是送的这个智联啊，送的智联呢就是送的这个啊，因为这个是智联的最终输出，因为之前有这个尺寸的降维，所以智联后面跟了一个通道升维的这个卷积啊，所以呢它应该跟是这两个输出，就是这个 batch normalization 跟这个 batch normalization 的输出。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然后呢，这两个输入送进来后，一个加的操作，这个加呢就是这个加号了啊，然后加号后面跟一个 relu，然后呢 relu 融合起来之后呢，那就是下一个卷积单元了，哎，还是我们可以看看，还是一乘一卷积64输出，三乘三卷积64输出，一乘一卷积256输出。还是跟这一块儿，还是跟这一块儿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再 feed 两个，feed 一个智联，feed 一个卷积输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N2B，那就是这个输出了啊，那就是这三组的输出啊。然后呢，这块呢，这个是第三卷积组的最终的智联合并啊。这个 relu 你可以看到是这个输出啊，其实就是上一个这个单元的输出，因为没有尺寸变化，所以直接是用的激活输出，没有，因为它后面没追加那个通道升维。然后这第二组卷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操作呢，严格来说是属于第二组解集啊，卷积啊，它只不过是代码设计的原因，它没办法，只能把这个先放到这儿，因为是它必须以送数据为节点拆分代码。但其实这个网络设计这块是不是按数据拆分，不是按送数据作为拆分的，所以真正第三卷积组呢是从这块开始的。那这块呢？这儿还又出现了一个，因为尺寸降维导致这个通道升维啊。尺寸降维是哪块可以看出来呢？找找。这块，这个，它这个步长设的是二啊，可以看到之前的卷积步长都是一啊，它这步长设的是二，也尺寸降维了。所以说，它这个操作应该是合起来的，就是通道升维之后，好做补偿。然后呢，那像往后推广的话啊，这是第三卷积组，第三卷积组也是有三个参差单元啊，跟第二卷积组是风格是类似的啊，可以对比看一下，就不细说了。那第三卷积组完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再对到这个参数上，101层，我们可看到101层的第一组、第二组卷积输出是256，第三组卷积输出是512，第四组是1024，第五组是2048啊，基本上就是2倍的关系往上增啊。所以我们你看代码的时候啊，第三卷积，你看第二卷积组的最终输出是256，第三卷积组呢，基本上都是152、512了。一二维持在五一二，到了第四卷积组呢，就是1024了啊。那第四卷积组呢，我们可以看到是23个参差单元啊。那这块它也是设计，我这儿都标好了，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一直到这些结构全是重复的啊，一直到23，第23参差单元。
好，这就第四卷积组完成。然后这里面呢，第四卷积组啊，就要用到膨胀卷积了。我们切换回来看，切换到第一残差单元，第四组卷积的第一残差单元。我们看到，这个是普通卷积，然后这块加了一个膨胀卷积，weight 是二啊，weight 是二，第四的时候 weight 全都是二。第四组卷积的第四卷积组的时候，weight 全都是二。之前呢，你看都是三连的卷积层啊。为什么这个第二个中间用是膨胀卷积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正做局部卷积的三乘三尺寸和，前面这个卷积是一乘一的，是通道做通道变换的。那后面这个的一乘一呢，也是通道变换。那我们再切换回这个图，那这个图呢？只在三乘三卷积上做这个膨胀卷积啊，一乘一的都是做通道变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只在中间这个上用膨胀卷积。就可以再观察一下第二残差单元，也是中间这个卷积换成三乘三尺寸的和，用的是膨胀卷积啊，中间都是中间用的。好，那我们一直拉到23残差单元。还是中间这个卷积三乘三和的用膨胀卷积。好，接下来是第五卷积组，第五卷积组呢就2048了啊，对，通道数全都是2048了。然后呢，它还是中间用这个膨胀卷积，膨胀卷积，然后呢，rate 呢变成四了啊，rate 变成四了。有点变成四了，对，那说到这儿，我要更正一个东西，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这儿写错了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刚解释错了，第四卷积层。用的是，第四卷积组用的是 weight 是二，第五卷积组用的 weight 是四啊，应该是这样。然后第六卷积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实话，四个并行的膨胀卷积啊，这块就很简单了，就只是。你看，这块是先把第五卷积组的那个直连加和先做掉，做完之后呢，你看这个后面就会跟四个膨胀卷积啊，你看它们的输入呢都是这个 RELU 的输出啊，卷积和三乘三 rate 不一样了啊，62、18、24四个 rate，然后呢？对四个分支最终做加和，做加和，也就是说这四个分支做加和，先送作为输入送进来，然后做加和。那这块呢，它少做了一个事情啊，它这个代码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尊重源代码，尊重原设计，因为原设计其实在这个后面呢，在它在。这个后面呢是要追加两个一乘一卷积的，它这直接把输出设置成这个分类数量了啊，其实这样是可以的啊，可以这么干的。然后他为什么，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可能他觉得他最后，他至少对 Pascal Walk 这个数据集来说，他这么设计可能性能是最好的。那 anyway 这块要改成原始设计的话也是很简单。只要把 num class 这个类数量改成4096，改成4096，然后呢再追加一个1024的一乘一卷积，四个分支分别追加，然后在后面再分别追加一乘一卷积的输出，然后一乘一卷积的输出是这个分类数量，然后最终做加和。
所以这个 model 呢就是这个样啊，这就是网最终的网络输出呢就是这个 FC1 这个 VOC12，这就是这个 DeepLab 网络的最终输出。所以核心的 model 跟 network 基本就讲清楚了，然后具体的大家就跟进注释去看。image reader 呢，如果你带有之前的那个残差网络，如果把那个 input 那个文件代码文件理解透的话，这个代码是很好理解的，这个要比那个简单的多。它这里面自己去设计了图片的读取器啊，只不过它这块队列用的是那个先入先出队列啊，它没有多线程读这么一个操作。这里面需要说到的是啊，它有这个图像均值啊，要减图像均值。然后因为JPEG 存图片的时候是 RGB 的通道顺序，然后网络其实是一个 BGR 的通道顺序，那这块是要做一下，读进来以后是要转一下的，转通道的。然后那这个都是在读，在从磁盘读图片这个函数题里面去做啊。英文注释可以不用看的，只知道是图片，读图片就可以了。然后它会解析标注图，标注图片呢是 PNG 的，标注图是 PNG 的，然后是原始图片呢是 JPG 的，所以呢这块呢两个 decode，一个是 decode 的 JPEG，一个是 decode 的 PNG 啊，通道数比啊，一个是三，一个是一。读进来之后呢，它会做随机的尺度变换，会做随机的镜像，也会做随机的剪裁，然后最终输出 image label，这都是防过拟合的操作啊。image label 一输出，然后呢，这块是要这个。叫什么来着？要进行输入的，文件列表啊。这两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先看一下名字，image reader，这是一个初始器，构建一个 image reader。这个 image reader 要先把那个 dataset 底下那个 train 点 txt 跟 while 点 txt 那两个里面存的都是那个图片的路径名，包括了原始图片和这个标注图片，他先把文件名读进来，读成 list，存到这个列表里，list 列表里。然后这个 convert to tensor 呢，这是转换成TensorFlow 可识别的这种数据格式，但元素还是 string 啊。然后呢，用这个 slice input producer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随机的去把这个列表里面的路径名称打出来，然后呢，打出来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队列，然后这队列会送到这个读取器里面，把那个原始信息全读出来，然后读出来之后呢，dequeen 就是要生成 batch，那这块呢会有个 tf 点 train 点 batch，会读。它的这两个输入正好要读这个队列输出，然后拿到 batch，这个 batch 是要 training 时候用的啊。这个 tf 点 train 点 batch 这么一个函数里面也是有维护一个队列的啊。大家都是因为跟队列其实要一起用的，所以它们之间是相通的。所以这个调用其实是要比残差网络那套要简单一点的，就输入准备要简单点。然后我们看一下 train 模型，train 模型这块。前面是加载一堆东西，然后呢，这句话呢是这个图片集的均值啊，三通道均值，这块是一些模型训练的时候的参数啊，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 batch size 选四，如果你的显存不够的话，batch size 就尽量的小，最小就是一，因为我现在这个用的是几 G 的显存啊，哇，六 G 还是八，六 G 的显存。是叫它980 GTX 980，还是 GTX 1080，记不清了。显存有限，所以它原来是十，我这儿只能跑到四比较合适。那如果你显存特别小的话，如果一个 batch 都跑不了的话，那肯定是跑不了啊。
因为当时我之所以建议 3G 显存，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你 1G 显存，甚至或者说 2G 显存，装不了1个 batch 的数据训练，没办法对1个 batch 数据进行训练的话，不是1个 batch，没办法对这个 batch size 是一的，进行训练的话，那你这个模型肯定是跑不起来的。因为 batch size 是一，说明就一个数据送进来，就一个数据原始图片外加一个标注送进来进行训练，因为这个都训练不了，那肯定是没办法了啊。这儿为什么 batch size 小？是因为你这个输入输出都是密集的输出，都是这个高分辨率的，所以 batch size 一般大不了。这块呢需要注意的就是。数据的路径我已经写好了，相对路径。然后呢，这个原始就是文件路径的这个列表也已经写好了，所以你只需要把相应的按我刚开始说的，把数据相应的下载下来，然后解压到对应的地方，存到对应的地方，它就能找到了，就能跑。这是输入尺寸321321，然后呢？这个 restore from 这么一个参数，这是读初始模型的。这块我们读的是 deeplab 残差网络的一个初始模型。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其他的，你其实都可以理解的。啊，根据英文基本上你都能明白它的含义啊。叫 weight decay，这就是权重衰减的一个 lambda 参数，正则项 lambda 参数。啊，对，还有一个 num steps，这个是一个东西啊，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的是迭代多少步之后停止训练，这块是有明确的终止训练的一个最大迭代数设置啊。好，我们开始说，这个呢，这一堆呢，这是你在控制台调用的时候。控制台命令方式调用的时候，传参用的啊，参数名称格式是这个样。然后是呢，它们的有一些初始值都是在这里面取的啊，所以你要跑的话，断点执行的时候可以不用控制台啊，因为基本上重要参数都在这个地方已经赋好初始值了，所以这个地方你不用管，大概理解它们的作用就行了。然后 save 呢，就是存模型参数的，load 呢是加载已经。就训练之前某一时间点，训练到某一时间点的那个模型参数的啊，就可以恢复训练了，会存在那个 snapshots 里面。然后 main 呢，就是主体函数，要训练的主体函数，第一步要获参数，第二步要拿输出尺寸，然后设置种子，然后建立协调器。这个协调器是训练的时候协调队列用的。读取器，我们刚才已经讲了，image reader 把一些参数全送进来，然后 reader 做一下 decoy 生成 batch 数据，这块 image batch label batch 就是数据 batch 数据送模型训练的最终数据，然后这儿呢是新建模型，构建一个模型，就是 model 这块调 model 里面的构建模型，然后这是拿到网络输出，网络输出之后，因为这里边要它会。它这块的操作呢，是要把不同的参数要做分组的，比如说可训练的模型分小组，全链接层参数分组，卷积层参数分组和这个 W 层参数，它 W 参数分组，就 W 矩阵的参数分组和偏置矩阵的参数分组，它都做了一些分组，因为不同分组的学习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卷积 WB 学习率是不一样的。分别是1倍、10倍、20倍，所以它提出来在那个建立优化器的时候是需要设置一下学习率的，所以它这块必须做参数分组。然后呢，这块是根据 GroundTruth 去把模型的输出拿出来，然后获取它的输出标签，然后最终统计一下预测结果。那有了这个预测结果呢，那就可以定义这个
交叉伤了啊，最终的这个优化函数、损失函数，交叉伤 loss 是交叉伤，调用了一个 API，然后呢，权重衰减其实就是 loss to 的这个 L2 的正则项，在这个地方呢，它把哪些参数呢？所有可训练的参数都便利了一下，而且这些参数呢，必须有这个 weights 的名字啊。就名字里面必须包含 weights 这么个东西，然后呢，去做一下这个圈拿出来，算出它的这个L2 的正则项 loss，然后乘以这个权重衰减因子，然后两个 loss 合并，一个是这个权重衰减的正则项，一个是这个标签概率的这个 softmax 交叉伤。两个 loss 合并之后呢，这是最终的 loss，而这个呢是可视化的一些东西啊，预测结果可视化的一些东西，然后添加一些图片总结，在 TensorBoard 的地方可以调用显示，然后呢，有了 loss 之后呢，我们要定义学习率啊，这是基础学习率，通过超参，然后呢。这块呢是一个学习率的一个补偿啊，它这块可以看出来是根据这个步训练到多少步的时候，这 learning rate 会有做变化啊，这变化关系通过这个应用算出来。优化器可以看到，在 learning rate 算好这个 learning 不同步的时候 learning rate 的基础上，分别做一些倍数啊。倍数呢是不同的参数要使用不同的 learning rate 倍数啊，卷积基本的 learning rate，然后 W 全链接层的 W 参数是10倍的，然后偏置是20倍的，基本上这个网络里面没有全连接层了，所以呢这两个设置是其实本质上是没用的啊，我不清楚它为什么这儿添加了，可能是模型扩展时候要用吧。然后呢这儿是构建 loss 的梯度。梯度，我们梯度是要把所有的参数都要拿到的。你看，这是 loss，这是要拿到梯度的所有参数。这三个加起来就是所有的可训练的参数。然后，它把所有的梯度分别获取，就是通过这个 slicing 分组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定义这个优化操作。定义这个执行梯度优化的操作，然后这些操作呢合并到一个组里面，接下来呢就建立 session 了，建立 session。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一下不把显存全占用掉，因为 TensorFlow 的默认设置是有多少显存占多少显存，不管它用不用得完。那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不让你去一下全占完，等真正不够的时候再逐渐的添加，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块是一个初始化的操作啊，session 先把初始化先跑一下，然后获取这个存储器啊，就是存储中训练过程中的中间变量的，在模型恢复的时候要使用这个存储的结果。check 文件，这是检查一下有没有已经生成的这个。训练结果中间结果文件啊，有的话，它就会把那个文件 load 进来，加载进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再次之后的训练啊。所以，如果你跑代码的时候中间因为任何原因停掉的话，当然不是异常啊，自己手动停或者是断电、意外关机都可以继续跑，因为它会把你存的最近的那个时间节点上的模型文件调出来。进行初始化，这个呢，开启队列，开启这个读数据队列啊。那下面这个呢，就是真正的训练代码，便利所有的 step，这是最大代码，最大的这个部署。然后呢，去便利每一步，然后每一步的时候分别要送这个 batch 数据啊，一个 batch 一个 batch 的送。我现在是四，那就是四个数据四个数据的往里送。送完之后，
它会判断有没有到达这个存储节点。如果到达这个存储节点的话，就是某一步，比如说每100步，到达每100步的时候，我们就执行这句话，把所有的要存的东西全提出来进行存储，就用 save model。summary write 是 TensorBoard 要可视化时候要调的一些东西啊，就用 summary writer 去这个写。如果不需要存储的时候呢，直接就是把 run 一下 training 就行了，只是把 loss value 拿出来就可以了，它会打出来这个 loss value。好，这块是当所有步数便利完之后，最大迭代数完成之后，就要停止，停止协调器要把线程回收。这是 train，然后 inference 跟那个 evaluation 都很像啊，跟 train 的代码风格很像。你们具体接下来具体可以看，我这块做了一些简单的标注。然后呢，我看一下 train run 的时候是什么效果。注意啊，用 spider 的时候啊，一定要用这个 IPython console 这么一个东西啊，交互式的 Python，不要用这个，不要用这个普通的 Python console，这是有问题的，要用 IPython console。这样的话，你中间断点执行的时候，你是可以把那个参数打出来，看它的数据形状的啊，数据尺寸的。好，我们先 run 啊，这儿需要提到一点就是，TensorFlow 是没办法运行调试的啊，运行阶段是没办法调试的。就是我的意思，运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你在 run 这个 batch training 的时候啊，是没办法进去断点调试的，你只能是断点调试只能是在这个run 这个阶段之外进行调试的啊。那也就是说在你阶段调试的时候，你更多的都是在 run 之前那些断点调试呢，那都是一些尺寸推断啊，它报异常的话也都是尺寸不匹配，或者是数据类型不匹配导致的问题啊，或者是数据有误，还没进到真正的训练的那个执行阶段啊。所以说呢，真正训练的代码是这个 session 点 run。啊，不是啊，对，这个是 evaluation。training 的话就是这两个 session 点 run。这两句话，这是两句真正做 training 的地方。这个 run 里面是不能进断点调试的，只 run 外面是可以的，跟 run 并行的这些代码是可以的。好，我们train 一下，希望顺利。直接点这个绿的箭头。这个操作还是比较慢啊。好，有反应啊，因为我这中之前稍微跑了一点啊，所以这块显示的 restoring parameters 意思是从一个 CKPT 的这个不对，说错了，这是直接从那个初始模型那块先读一下一个参数啊，读的就是pre-train model 的参数，然后呢，它才去restore。这块就是训练，一个 step 训练。基本上半秒一步啊，这打 loss，然后我们跑完100步，跑完100步会存一下，存完之后就停下来，我们至少能进行这个 evaluation 的推断。
啊，我们顺便提一下啊，跑这些代码呢，最好是要按照我给的这个环境去做这个事情啊，除非你认为自己能力很强，自己能克服掉的话，你可以做延伸啊，比如说 IDE 的话，你可以用 PyCharm 或者用 Eclipse，然后呢，你也可以在 Ubuntu 上面去配置环境。你也可以用2.7版啊，但是我强烈建议，不管你怎么去弄，看那个 Python 一定要用3.5版的，TensorFlow 一定要用1.1的，这两个是死的，必须要用啊。剩下的你可以灵活的去配置，只不过加 PyCharm 跟 Eclipse 用 PyCharm 跟 Eclipse 这两个 IDE 的时候，你解释器设置那块，你必须得选成 Anaconda 的这套东西啊。好，我们强制终止，换一个重启一下控制台，直接点这个八叉就是重启啊控制台，它会新建第二个，把第一个关掉，新建第二个。那么可以做一下 inference，看能跑起来吗？好，跑完了。这儿是说要把输出文件已经存到这个 output 里面了啊，因为这块 inference 这块指定了一个特殊的文件名啊，去跑某一个文件。至于是什么图片，你直接到那个点 dataset 里面去翻那个原图片。我们这块成代码中就不呈现它了。然后我们直接看 output，这就是它的分割结果啊。这是乍一看应该是一个飞机，三三的。看看，就是这个。分割效果还是有的啊。所以它这个模型，这个是原作者提供的一个初始模型啊，它可能提前先训练了一部分啊。那如果你用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初始模型，这个啊，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初始的一个模型啊。就是那个，分支四个分支那个地方呢是初始，随零初始化的，大家可以两个都试一试啊。好，我们的代码就是这样，是可以在 Windows 上跑的，就是按我之前的配置啊，Windows 环境，Anaconda，然后是 Python 3.5，然后是 TensorFlow 1.1，然后那个跑这个代码之前，把刚才讲的那个需要配置和下载的东西全都准备好，那就可以跑了。啊，代码呢，大家下去根据注释细看。好，代码我们就说到这儿。下节课呢，我们去讲 image caption 啊。然后呢，这样我先把调查的文件调查链接发一下，完了我们再稍微快速答个疑就结束。对，卷积化那个东西我再确认一下啊，之前是理解对了，但是时间太久了，后来又回想不起来了。这套代码我是没放 CRF 的啊，因为我们的重点是 DNN model。对，设置为 false 的时候，就是前置 active，它是前置啊，就是我具体我也记不太清了啊，就是这个位置关系啊，是如果是假，不是不前置的话，activation before residual，如果在值连前不做激活设置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你说的 BN 啊、延留啊，如果是 true 的话，它就会加上。我不清楚他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针对那个数据集优化的时候做了一下这个调制啊。
因为相当于一个代码实现复现的话，他们都会更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变动啊，1.2发布是吗？可以用 Python 3.6，那这个你可以自己玩，因为毕竟因为 Anaconda 不是允许可以多个虚拟环境进行运行嘛，你可以在另外一个那个虚拟环境上面去搭建你们的一个1.2，但是一定要跑我提供的代码，一定要用我说的配置去跑啊。你至少你得先保证这个代码在你那儿能跑通，然后接下来你再做你自己定制化的东西。Python 2.7叫 TensorFlow 1.1，这个我也不清楚，我没用过这个。但至少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可能代码有某几句话可能会有问题啊，因为我这套代码都是强制在3.5上面调通的，3.5跟2.7在某些句法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差异不大，但是肯定有。如果能力足够强，是完全能那个改回来的啊。叉叉 API 就能叉叉错就能改回来错，差异不大的，基本上熟悉的话，可能1个小时差不多了，你就能全改回来。好，我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课下好好复习，多看看回放，多看看 PPT，代码多读一读。读代码的时候是有一个就是，也这个当然大家如果有一点英文实力是最好的。因为读代码的时候，如果某一个 API 不懂的话，直接到 TensorFlow 上面去看 API 的解释。当然有那个极客网站是做了一些翻译的啊，但是它没做全。然后呢，中文的文档实在是太少，所以就是能会点英文最好，直接去官网上去读 API，因为这样的话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什么地方不懂，就看这个 API。因为这 API 基本上它描述的都是很准的，还实在不行就是那个书，之前不推荐过几本 TensorFlow 实战的书嘛，也可以看那个，我买了2本，我稍微瞄了几眼，我感觉基础还是比较基础的啊，大家看一看，至少基础上是没啥问题了。对，这个。版本肯定是迭代很快，毕竟谷歌是一个大公司嘛，版本的迭代一定是很飞速的。对，一定要先有电脑。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辛苦大家了啊，课后好好复习啊，有什么问题，尽量自己就是问问题，一定要具体啊。一定要具体，就不要笼统的问。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是你把相关东西稍微，就比如说我讲过东西，稍微已经看过了，然后某些具体东西不理解，然后具体的问。如果一下问上来问一个什么东西是怎么做的，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region 的 proposal 是怎么出来、怎么生成的，那这个问题我肯定是没办法答的啊，因为这个东西。问题其实好多内容课上已经覆盖上了，只不过就是你需要把课内容听一下，具体哪一步生成过程中哪一步如果不懂的话，再问那个那一步，这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问答方式啊。好，我们这样，今天就到此结束，辛苦大家了，我准备关掉了。